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十点新闻。没有，开玩笑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试吃时间到了。我们这次买的这个麻辣是在牛车水的日日红店，其实是蛮出名，它已经开了大概有六七年了。所以现在是听到很多，还有看到 Google review 的，其实这间是蛮不错的一间麻辣。这是他们的麻，我们所选的材料。对，现在要开始试吃了。首先我会先尝试的是它的马铃薯。很多间的麻辣讲过，他们其实没有会不会把那个马铃薯给煮透，他们只是会稍微过水过烧水而已。他们只是两次店店也是一样，他只是过一点点，就还会给你那个脆感。我就喜欢吃面，更加意外的是我们点的时候它少过五分钟它就煮好了，而且说我们点的前餐的时间是大概可能要七点多八点，是帮忙时间，这个是我们最惊讶的事情。我想不夸张，他讲有那个魔法毒这样快就做好了。说法是蛮不错的，我们叫的是中辣，说把它没有到我的理想中的那种辣的程度，但是至少还是 OK， 还是比外面好。呀，蛮 OK 的，它真的是比外面好，因为它的那个味道不会给你到很油腻，到你吃可能几口你就不会想再吃，还是会给你那种很吃的会很快腻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它不会啦。因为我蛮建议，旅客也好，还是新加坡人也好，如果你们有那个麻辣 craving 的时候，可以来这间来试看看。如果你没有 try 过的话，我范围给几分？我会给他四分，其实是蛮高的评价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刚你试看看你就懂了。你还懂吗？你好烦，收起来，用手法。有几乎是一般的人，几乎啊是一般的人是熬了这间，夸张，超夸张，而且价钱很便宜。我们点其实蛮多料的，大概八样七样，我们三个人一起 share 都已经是16块而已。啊，16块而已。五分的。expectation for 中辣是有那个辣度在那边的，这个哈、哦、好像真的在吃小辣，给我给3分。那你啊，是？其实味道来讲，我是会给它3点，就是所谓的，我们一定要说讲它的辣度，中辣不是那个辣。那 OK 啦，隔了几个小时那个味道还是在的。记得要 like share subscribe 还有 comment， 就是有什么坑头，就是有什么地方要跟我们讲的叫我们去的，
放在 comment。 其实你们可能会吃到更好吃的麻辣，可能我们不知道，所以你可以其实可以在我们 comment 跟我们讲说哪里有更好吃的，我们会去尝试。好，拜拜，记得留言哦。